天的动力。大家好，我是学良，我现在所在位置SI学院2019年聊展的现场。那明世呢，去年推出了首款的这个五日炼自制机芯，那今年呢继续更上一层楼，推出了复杂功能的款式。那去年的自制机芯叫 BM12， 那今年呢则是升级叫 BM13， 而且呢这个我手上这一款呢，它是具有万年历复杂功能。那当然从面盘就可以看到它的日期星期还有闰年指示，以及在六点钟方向还有带月相，那在功能上面的这个显示当然非常的完整，而且当然最厉害的是在于说万年历它除了这个每个月大月小月有31天30天不用调，还有包含闰年平年的2月28或29它也会自动判断，基本上100年只要调一次就好了，也就是大概最近一次大概就2100年啊，只要跳过一天就好了。那平常在使用上呢当然是非常方便的。那它是以这个去年的BM13 为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基础，再加上万年历的模组，所以它也延伸所有 BM 机芯的自制机芯、五日炼机芯的所有的特色，包含四个部分，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五日炼，第二个部分呢，它的这个持久性可以到5年不用洗油那另外它也这个具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精准度符合日内瓦符合这个 COC 天文台认证虽然它这一款没有经过认证但是它的精准度可以达到正6-4，那另外包含的防持能力也可以达到1500高斯所以在性能表现、精准度以及耐用度上面呢，都有不错的一个品质那今年当然就是更进一步推出了这个万年历的款式，当然就在复杂功能上就有更吸引人的表现。那你可以看到旁边呢，这边就是它的这个隐藏式的按钮，可以用来调校它的相关的时间资讯在它的旁边。那它的表壳是18K金的玫瑰金那当然也反映在售价上，它的表壳是42毫米，定价呢在台币74万5千那算是在去年 Bomatic 的这个自制机芯之上呢又更往上发展，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复杂功能腕表。